锵锵三人行，哎呀，你看我又把美女给你请，对和尚没有什么功效。哎，但是我们应该有共同关心的话题是吧？咱们公司啊，有几个这个微博狂，纷纷建议说你要聊，你要聊这个。最近微博上就是微博大战，微博大战。你知道就是有名有姓的，当当网有一个那个头叫李国庆，是吧？好像他跟他老婆还有点什么，当然他跟他老婆有点关系，对吧？反正呢，这个就是说这场骂战被称为就是说当当网李国庆跟大魔女之战。你说是不是女性骂赢了呢？你这样就看完一般，一般都认为他道歉了，所以是女性显然在骂人的艺术上面还是这个对，不要惹女人。我从来跟女的低眉顺眼的。我跟你说，这次大家基本评价就是说，男的绝别跟女的吵架，这是得到了这么至少有这么一个教训啊。是。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让人一咏三叹，都是在微博上进行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个事儿到后来就闹大了，因为你会发现呢。不是个人行为，我老早就跟他们说呀，玩微博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你又觉着好像自个儿挺自由，这是我个人的什么什么一个私人的一个东西，可是谁傻子都知道有众人围观的嘛，是，而且那你看你很多你个人行为，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当当网的李国庆大约是对他这个上市啊，他们要上市要通过摩根斯丹利这种，哎，子墨原来也是摩根，也算大魔女是吧？其实就是子墨，子墨退役大魔女嘛。对，没错啊。然后呢，他通过摩根斯丹利在美国上市，大概他是对这个摩根斯丹利对他们的操作有些不满，嗯，所以就自称我在微博上说虚构一个摇滚歌词，嗯，但是摇滚歌词里骂的那家伙就是性行为都骂出来了，对吧？嗯、好，激恼了那边厢的大魔女。大魔女开始也是微博的这个身份是出来，好家伙，你骂这你就知道这女性啊，你骂一句我十句等着你呢，就骂的那叫一个就是脏啊，咱就不一一引用了，反正我都详细阅读了啊，这个非常有趣，反正就骂到最后，我为什么说就是出来了？好，李国庆好像也出来表示道歉了吧？嗯，因为当当网也发了一个公告。就是那意思，就是他的什么公司的个人行为，不会影响，不希望大家不要影响大家到当当网买书，我们是两回事儿，要分割开。摩根斯丹利那边也说了，说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不能这么骂，而且说我们调查过了，这应该不是我们的员工。嗯，可是呢，咱这就不知道了。网上马上就人肉出来了，有名有姓有职位，说这就是大摩的一个谁谁谁谁谁。嗯，所以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不过其实很反常的，就是你一个要上市的或者已经上了市的公司，跟一个当初安排你上市的中介商一个投行啊，这么公开的骂战啊，在整个市场上都很罕见，极端罕见。因为这种行为是对大家都不好的。你首先比如说你作为当一个上市公司，你透过大摩上市，然后你今天这么去骂他的话，那你以后任何的融资的财政的计划，别的投行跟你的关系或市场对你的看法会很有影响。而大摩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还真是大摩里面出来女的，比方说是甄子墨的师妹啊，那么出来这么搞的话，那人家也会对你印象很糟，所以这是整件事是非常不正常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件事。第一个，李国庆他显然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酝酿很久了，大家在私下这个气呀、啊，实在不知道找谁发，所以他觉得在微博上可能也就知道众人围观，所以我想寻求的是，他以为他这样讲出来会有人支持他。如果我有民意的力量的话呢，我就要把你摩根史丹利搞的就是没有不是民意所趋咯、嗯。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哎。这个对方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击，而且网友显然并不是站得在他这一边，这是一个他可能估错了方向。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大魔女其实从头到底是个匿名的，李国庆还是有被认证，他是一个真名的身份。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大现在就像现在摩根史丹利说，大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人，但是我还是把你的所有底都把它掀出来了。所以一个是明的在暗，所以显成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而且就是到后来，就我看李国庆采取的措施啊，他除了这个歌词里之外，他后来他这个也是说，就是说后来他说我没有回嘛，他显然可能采取了一个就是说后来他也跟这个大魔女犟嘴，对吧？但是呢，他尽量不用脏字儿，对吧？反正就是哎，但是我认真，为什么我认真阅读啊？我就发现，要不说这个古人说不是现代人也说家丑不可外扬嘛，对啊，这么一骂出来啊，你会把你们之间的很多底儿啊
都骂出来，而让我们去揣测，因为呢都是语焉不详。好，你看微博的这种交流很有意思，我们电视台不能这么说话。比如说我们要说一个事儿，我们必须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是这样，两年前我跟这个幼婷我们那个有过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事儿。但是微博是不交代背景的，直言其事，这个引起了最大的猜测心。比如说这大魔女又扯出什么李国庆的老婆，这让我就横生好奇，我这事儿里边李国庆的老婆又是干什么的，好像跟这个上市很有关系，对吧？当然他老婆是高层嘛，是吧？当然然后呢他俩一起办又骂说什么什么什么吃软饭的，你知道吗？就让人横生遐想。这个东西你这个也是人身攻击。那么另一方面你知道吗，让我这个爱钱的主啊，我一下子知道我是现在在搞什么资本游戏呢。哦，我就想到了身边很多朋友也在做网站，你知道吗？网站打包上市要通过一个或者高盛也好，或者摩根斯坦利也好，或者什么，哎，你看他在美国上市，一上市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议，我学了好多知识。比如说这个投行给你定什么价，这玩意儿是个两难。比如说你像李国庆可能闲着你给我定低了，定低了那么这一发布出去赚的钱就不多了嘛，我汇集资金集资就少了嘛，可是他们说也有一半的概率定高了呀就跌破了，没错，对吧？你又不值那么多钱，跌破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里头，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他们在玩这个钱的这个游戏啊，是怎么玩的？但这个矛盾太常见了，也是，但也没这么闹的，因为几乎所有上市刚新上市的公司都嫌投行给他定的低，你知道吗？几乎都是这样，就是所以显然大家现在想搞上市的时候有个心态，就是我得要捞一笔。就是我希望那个资金是要是这样，是我是有个高期待，就是说我需要很大一笔的资金，所以它不是去反映出我公司实际的价格，而是我希望远远超出我公司的价格，所以大家把 IPO 想成是一个赚钱，而不是说让我的公司有一个起点，开始慢慢往上发展。我现在看当当网，如果照我们刚刚看他们的对骂过程中，显然摩根史丹利认为当当网的这个业绩并不是照他们给出来的报表这么漂亮，是吧？照他们上面讲，我不知道实际啊。叫骂战的那种。对，那通常在 IPO 的这个经济学里面，你要 IPO 是一个企业，你要往前发展。你其实已经是往上，这个企业是有远景的，这个、看得到你才会 IPO， 因为大家会才会买你的股票，你可以有更多的钱，你可以扩张。但如果照这个大魔女说法，当然不是个要往下的企业，但是你却在帮他 IPO， 那这样傻了。那么股民如果真的相信买了，看到你的票表，哎，削的我是我的钱了、啊，那你们是高层领了股票卖了转卖，你就辞职，大家退休。很爽啊，那我就被套牢在这里了。这就是现在整个这个金钱游戏最讨厌，就是最可恶的地方。我现在觉得这是个关系的全世界人类发展未来的问题。为什么咱们太傻了，你知道吗？我最近就反思啊，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怎么就成人精了、啊、他就是我们这种老老实实干活挣钱真是凹了，就不是这个年代了。他们跟我讲啊，就是说你现在玩这个，比如说很多网站呢，这种叫市盈率，那天就有人跟我讲说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这个年代只有概念才能赚钱，赚大钱。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理解你预知了你这个公司啊未来50年的愿景，就是预知愿景。后来我问他，我说我们电视台怎么不能这么搞？他说你比如说电视台，你们传统媒体啊，投入也相当的大，对，这个市场都会看的，对吗？你这种媒体投入也巨大，你的市盈率是稳步上升的。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得过网络上的这种游戏，因为大家看的就是这玩意儿要增长啊，能成倍的增长。他们那天讲说那个百度那个什么李彦宏说是还 是比较有风度，说是什么定的是37，但是实际上上市第一天还是第几天涨到100美元。那么李彦宏说那我也没有什么抱怨的，反正就值这么多可能当时。但是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什么，他就是所有人投资你的看中的就是你未来50年。对，可是我不禁就有了一个人类前途的一个发问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把未来50年的利润都预先现在拿了，那这个我们的前景会怎么样？我没有这种问题吧？重点是还不是你拿了，
是他们是公司那些高层拿了，你股民还不见得拿了，因为你有时候买了这个股票，你 IPO 的时候你上市你抽到，它第一天有涨，有的是跌的，那有的就一开始就像他们说，投行估高了，你拿的时候认购价就高了，那等到后面一跌一开盘跌破，像去年去太多的地产股，对不对？因为没想到调控抽的这么紧，你一高就哎。你买的时候高就一跌破，从此没再回来过哎。是是是、啊。但是他们已经集资了耶，他们已经拿到那个钱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最后就是砸谁手里，对，就跟那个抢椅子的游戏一样，看谁砸谁手里，大家都能捞一手捞一手，看谁最后对吧？以后锵锵三人行摆两把椅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最近这几球戏哈、啊，我感觉出来啊，是不是微博上就可以说糙话？嗯嗯，网络上比较没有禁忌吧？对，而且你想想看啊，这个李国庆跟大魔女之间这场骂战啊，我们想象一下，在没有微博的年代，他在两种情况下会骂。第一种情况是两人单挑，私下打电话见面怎么骂都行；另一种呢，就是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舆论上互相放话，对不对？但这一次是两种都否，你想想看这两种情况啊，正常情况下我猜李国庆跟大魔女在刚才我们说的传统的两种情况下他们是骂不起来的。第一，你真心再恨大魔，你今天不会走上去大魔，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会这么骂，哎，对不对？面子上太难看了。第二，他觉得要公开搞个记者招待会，那是等于是公开宣战决裂跟一家公司，他也不这么选择。于是他们这回呢选择了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就是微博。从这里就看到微博它这个新媒体的性质多暧昧，它暧昧在什么地方？它给你一种感觉好像是私下的交流。但是他就不完全是私下，他既有公开记者发布会的效果，但是又具有私下的那种暧昧，所以他连很多本来不应该公开讲的话他都公开讲了，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些双方老底都扯出来了，如果是一个公司经过公关策划很明确的要发布给媒体听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能说这些吗？他不会，对不对？所以你想看，给我们一个机会了解真实，是吧？对，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微博这个东西啊，是很多人在用它的时候不注意到它的某种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包括微博、Facebook、Twitter 这些东西，这些社会网络、社会新媒体啊，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过去没见过的崭新的媒体。我们以前呢，按照传统媒体观念，我们世界呢就分两块，一块叫公，一块叫私。私下说什么公开怎么样，但这些媒体的出现它是砍出了第三条路，在公司之间。所以很多玩微博的人我发现啊，他们每天太习惯了手机上随时，我你知道我刚才看到又停了吗？我刚才哪看到又停跟一个男的勾勾搭搭怎么样怎么样，哎，我给大家看看说一说。他最初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交流，没想到他暴露了竹又廷那个隐私出来，对不对？你知道就是说他们讲啊，就是说这个骂人也是个艺术，就是说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赞美，据统计啊，人类至少三分之一的赞美都是虚情假意的，是，但是呢99%的骂人都是真情实意的真情实感的。而且为什么说骂人，你知道我想起来啊，我原来在那个武汉大学读书，我们那个时候啊放那个露天电影啊，有时候武汉人吵架那是有名的，对，而且真的女的比男的强，我跟你说，对，可你就会感觉这种心态很有意思，有时候放电影之前占座位啊什么的，是一男一女呀着骂起来了啊，骂到最后啊，他意识到围观的存在，其实骂到最后啊，这两个人都有点得意洋洋，
已经有点表演的性质了，他不是在是骂对方，而是骂给周围人看。你周围还有掌声吗？哎呀，说得好，看谁骂得好。对，这个他已经有种这么很有意思的，我当时大家看的就乐，而且他们也乐在其中，很享受看谁骂的那个绝啊，什么三只眼呐、啊、三条腿啊，那个非常绝的那个语言，你知道吗？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就是转到微博上，其实一样的。你只是那些观众，你不是直接看到，但是微博最好的一个事情，它是马上立即的回应。当我常常 po 一条微博，不管放上什么东西，你可能一秒钟之内会有好几十篇的回应给你，你是可以立即收到那个感受的。但这个你做电视你是看不到观众，你不知道那个 feedback 是什么，但是你做微博是马上可以的，而且它接近明星的真实，就是尤其是我们其实在中国的微博比较特别，我觉得是在国外的 Twitter 刚开始是一般人在用，但是中国的微博的起来是因为明星在用啊、我看到王菲哦，原来她私下讲话是这样，她跟那个周立波她互相啊，不是周立波，她跟那个、反正她在郭德纲之间，对他们可以这样对话，而且对话给你大家看，然后他们私下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接近他的真实，所以一刀两刃。同样的，你在骂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你是什么样的形态。所以这里面危险的就在于你刚才讲的那个关键词，原来私底下的王菲是这样，我们都有这个想法，对不对？问题就来了，王菲平常那么不喜欢见记者，不喜欢跟媒体说话，她为什么在微博上她却放开了呢？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这些明星他在利用这个媒体的时候，他忘记了这是多么的公开的地方，他们不在意了，自己其实是在做一个对自己其实很危险的事。假如一个明星像王菲这种人，他在意自己的隐私，在意的那么厉害，他今天用微博用的这么不小心，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将来其实累积起来不是他的隐私的。但这个情况啊，我觉得相当大的明星啊，心里是有数的，是正在学，他不是说控制不住，哪些是能给你们看的，能给你们听的，哪些是真正的隐私，不能让你，他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这个是正在学习的过程，因为我现在看到，其实很多人在后悔的，其实是，包括骂人，其实我觉得都会后悔。人是一种触景生情的动物，情境动物，而且呢，往往你是搂不住的，你有一个管道。蹭着火就出去了，但是一旦见到后果的时候，你才知道吗？对，他的另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讲，也是又挺讲他的好处，他够快，够快呢，你少了一个过滤的过程。哎，所以骂人为什么骂得特别多呢？因为以前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要公开骂人，他气起来了，到他骂之间，他是有可能有几天的距离，那几天他可能盘算过。有人出谋献策怎么样，最后骂出来的又得体又漂亮，对不对？但现在他想五天不想骂，对，他现在气一来啪，手机拿着啪，没错没错，这摇滚歌词就来了。哎呦，这所以说人现在好寂寞，他连骂人都希望有人支持他。像你在骂的过程，第一个你情绪发现，第二件事情你希望有共鸣嘛，你其实你骂的当下你一定知道是我希望有人支持我挺我一下，因为我一定是觉得我好，我怎么这件事只有我在气啊，所以你发出来的时候你希望有人挺你，所以你就觉得这是一种情绪上的依赖，所以本质上是不是都有一种聚众的本能、希望挑动群众，是吧？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新科技成为世界名牌，好空调格力造。而且我觉得微博的语言啊，它会天然的让人容易更直接的骂人啊，它不只是让你情绪过滤时间短，而且它的字数的限制，对不对？要骂的精准，对啊，要短，那就肯定是最直接的话。比如说你如果很斯文的骂人方式说，哎呀，朱女士，您这番话我虽然很欣赏，恐怕我是不能同意的，理由如下，不好意思，巴巴巴巴巴巴，请你再换另外一条微博，对不对？但是微博说朱又廷你这什么什么，就这样了，对不对？是，所以他这个空间他的速度是更容易让人上火。
其实我在微博上老看人骂啊，就是跟这个，这真是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对对吧？后面有些时候我们俩如果面对面，我哪怕对你有不满，有些话我说不出来的，对吗？哎，还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个感觉很对，就是暧昧。对，它是一种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之间，那就这种玩的就是这种意淫，它就是哎弄弄弄弄。而且新浪今天中国流行的像新浪啊，我们这些微博啊，跟原来西方或者中国大陆以外，像香港我们用 Twitter 还不一样。像 Twitter、Facebook， 它是一些你是给自己朋友的，对，你可以拒绝的。但是新浪微博是全面公开的。是。所以这个公开到一个程度，它就是一个媒体嘛，它就是个大众媒体。没错，对对，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年终总结，还讲到中国微博，就它跟在跟西方就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呀都异化了。比如说，它都在西方，微博是人与人人际之间交流的一个工具，它说在中国，甚至它发挥了伸张公义的这个功能，对吧？它这就是说，这很多时候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公媒体变成了为私人所用。对啊。但是像微博，在很多时候也发挥什么呢？私媒体却为了公益，他起了造势。像乐清那个案子，对不对？乐清的、那个、像这些事情，就是中国税全都靠微博来围观嘛。在这个角度上，微博也很有好处，因为比如比起前几年的博客热或论坛热，微博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博客啊，你写一个像样的博客文章，坦白讲有点难度。是。但是微博呢，技术门槛太低了。低到一个程度，就是它真的是全民参与。我交一个图案，我也是一个微博。没错。那而且我觉得，可是这样下去下来，我觉得大家就越来这个思想就像说越来越快速，我就不喜欢用长的文章了。就说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说，因为我们做天下网络，我们说我们这么依赖的微博，那大家还上不上开心网呢？你还上不上 Facebook？ 你上不上 Twitter？ 这些都上，但是唯一一个不上就是博客。我们已经开始不看任何人的博客了，因为太长了，你已经不习惯了。可是这样，我觉得这样下来，其实对全不管这国外国内，我觉得不好的是你就不思考啊。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喜欢随口而出的东西，对，我不思考了，这不太对。你看任何人，我以后也不想看文道的说，只想看他一句话。你干脆都给我一个括，就叫我们叫引言，或者是你给我个经典的名句，我反而比较直接。我这个东西也是的，买书了，有种真实啊，有种真实啊。所以现在为什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今天这个《珍宝总动员》。shallow 浅薄，它就更 shallow， 它就赤裸裸的。对。